样吗？是啊，对，就可以了。还能放松啊。看啊，那我来了。啊，谢谢。你跟我老是迟到啊！啊，当去跟我姑妈家请来，我跑路回有用的。这，杨宝斌，我去哪老婆呀？好像是呢。人家路子。不要盯着看。哎，老刘专门干事哦，他老婆还偷跑他娘家去。哎，看他笑话是笑的可怜了。你拿钱干嘛？你拿出来嘛？这跑路用的嘞。杀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份。你想跑避吗？啊？新疆我干成了大事呀。哎，你也是。我不要钱。拿出来。不要了，也是。这，不过一溜就走成河一边，别的嘛。你跟我签干嘛？以后会用得着的，是吧？不要了，不要，拿我一颗。不要了，拿我一颗。一把麦币，刚拿到，你在干什么？一把麦币，不要吧？快点，快点！刘师，新疆嘛，不是啊，他比咱穷。是名导演赵德胤还没成名之前的电影，那拍的是华星杰，
只是给大家找来的朋友这个稍微看一下这个，他现在找不到他了，我们下礼拜要播那个再见瓦神，理论上他应该不会出现，因为他现在随便出现可能要有你要有这个一两个亿帮他弄下一部电影才行。好，那两点我们就开始，我是张震。那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从我的书店到缅甸华新街，然后谈缅甸华新街的族群构成。那也不用主持，因为我平常在这边就当主持人，所以我就自己主持自己直播。刚刚问过一次了，就是如果谁不想，有没有谁不方便曝光的？没有的话就，因为其实不是直播，我是直播你们。好，那还有一个请求是，我不知道会有那么多人，可以稍微往前一点。谢谢。我们今天原则上就一个钟头而已，所以我会尽快的讲。那因为这个空间其实本来就很近，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就举手，或者就直接讲话，那我也是听得到。好，或者给一个眼神，我们就打断。好，那有没有谁先愿意告诉我为什么今天？我本来以为今天没有什么人来。可是为什么会有人来？那有没有谁是一定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可以先说吗？你们都没有来过灿烂时光，有，没关系。我们待会会有一个那个灿烂时光的规矩，就是会把麦克风传下去，然后每个人都要拿到。你有来过吗？你有拿过麦克风吗？有吗？好，反正总会有熟客，大家就会知道。那我就尽快开始讲《灿烂时光》。好，你们都来过这边，所以应该都是坐，大部分是坐捷运来吧？有一小部分坐那个自己骑摩托车来。那我们就是这个算很简单的那个地图了。你们都到了，所以也应该不用再特别解释。我们在宣传上都说从捷运站四号出口出来到走到这边走三分半钟。我你知道这个图我做好久，因为真的如果设在南势角捷运，它走路会显示好像五分钟吧。可是你知道那个。这个算一分钟两分钟对于大家心理差距就很大。好，那就好远，离捷运站五分钟太远。后来我好像设定在这个其实也是捷运站出口那边，他就设定三分钟就好，那大家都觉得没有太近，没有太远。你们刚刚也都走过来，有没有谁自己算过走几分钟？你们心理上会觉得很远，三十光骗人，明明走不，因为有人会走过头了，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路口，我们的巷口很小啊。好，就是一楼，跟现在也差不多。这个没多久前做的。一楼的大厅哈，一楼的大厅，反正看起来很大嘛。不过你们已经在现场，所以你们知道有多大。所以不要那么容易相信照片。好，不过我们一楼的确可以装很多人。我们接待过两任总统，接待过很多国外来的朋友，然后就塞，然后也接待过那几十个小朋友啊等等的。我要介绍的是我们墙上两边的墙，刚刚大家可能匆匆忙忙上来，一边是这个墙，你看国旗墙，那国旗墙是拍照非常好的地方，就感觉像在花丛里拍照。那这几位是那个越南朋友，所以他就会戴着这个帽子，好像已经不知道跑哪去了。这个帽子大家认得吗？就那种越共帽子，越南的帽子，然后大家自拍就朝着这个墙拍。
只是我们现在那个这个地方有点比较拥挤，所以大家看不到墙。原本是画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两年前大爱时光刚刚开门的时候，刚刚开始营业的时候画的。那这个男生是他娶了一个印尼的老婆，然后他本身是画神像，所以其实他画的还蛮精美。那画出来这个大象，大家知道在东南亚是，尤其在泰国、缅甸是一个神圣的动物。然后泼水节是大象泼水，所以我们设计出了大象泼水，然后喷出来的水滴就是各国的国旗。有没有人可以全部认得这十一面、十二面国旗？几面？十三面国旗。有谁如果可以全部念出来的话，我们楼下有奖品，有奖金。你还不错，免费演讲有奖金可以领，奖金5000。哎，有人要忍不住要举手了吗？来不及了，不讲。来，我跟你们讲一下，我来这边哦，这个大概是总是要点知识性的东西嘛，把这国旗记起来，你就在你们班上或在你的公司里，大概就是 number one。正常台湾人是不会记得这些国旗，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是美国国旗、日本国旗、韩国国旗、法国国旗，这些东南亚的旗子，不让咱样。可是我们是东南亚主题书店嘛，所以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再放大一点。我讲一遍哈，大家能记得就记得。这个是，缅甸国旗。我知道，其实有人知道，大家会来这一场，总不会是莫名其妙走来的，一定是对东南亚有点兴趣哈。那你就先开始。你把你会的用，然后指出来，然后不会就传给下一个。对对对。这个是印尼，然后这边是新加坡，然后这是马来西亚，这是泰国，这是越南。一个就讲完了。那继续去，没了。好，看你要害谁。不会也没关系啦。这是菲律宾吧？嗯。我这里就到这边。好，没关系，那就传给下一位，把机会留给别人。这是辽国吗？这是柬埔寨。这个柬埔寨。这是东协的那个。来，我们传完一遍，这样一个钟头很快就过去了。啊，对，所以会的都已经被点完了，没关系，不会也要拿一下，拿一下就帮忙传一下，没有一定要讲，没关系。哪一个？你要按那个？你点指到哪里去？讲啊讲啊，东帝汶，东帝汶，好，那现在还剩哪一个还没有讲？这个还没有讲，左边那个讲过了，对不对？那个缅甸，最左边的缅甸，剩下这一个。向栋，未来，刚刚你先拿到，你就可以，你就留着好，这个给我就好，没错哈，就是未来，这个其实这张照片其实那时候还没画好。所以上面的阿拉伯文还没写上去，好，待会大家可以下去看，上面有阿拉伯文，他很厉害，他是照着描出来的，不过其实还是真的描错了，少了一个点。后来有一个懂阿拉伯文的朋友来帮我们又点了一个点上去。好，这是一面墙，就是现在大家坐在这边这一面墙。另外一面墙呢，其实也是有我们的意思的，这一面墙。我当初设计的时候是希望它画成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有没有朋友去过？有去过婆罗洲吗？我也没去过，可是 Google 也去过。
所以我就印了很多东南亚热带雨林的照片下来，然后呢就傲我妈画。我妈是一个爱画画的老太太，那她也很荣幸，也不是很荣幸，我很荣幸请到她来参与我的书店的这个共同建设，所以她画，我就印了好多张那个热带雨林，然后给她，她自己拼成一个热带雨林的样子。那反正也没有人真的去过热带雨林，我们说它是热带雨林，就是热带雨林。那有水，照那个老人家的风水来说，是有水是有财啊，所以是为了钱在画水。不过我常常在一楼接受访问的时候会谈这个事情，就是这一幅画，我们把它解释成东南亚这个东西，东南亚对东南亚的认识，在台湾其实当然是很薄弱。我在十年前开始做四方报，或者我在十五六年前开始念东南亚研究所的时候，东南亚这个题目还是很冷。虽然有一些朋友是对东南亚有兴趣，但是你不太会声张说，哎，我跟你讲，我对东南亚好有兴趣。你的朋友会投以鄙视的眼光看你，你怎么会对那样的地方有兴趣呢？现在不一样，现在超红的。现在因为南向或者什么，大家开始觉得东南亚好像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我们画这条河的意思，我会觉得我们当，即使像我们两年前开这个书店，也不，大家也不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想法，你为什么要开一间自己看不懂的书店？可是我们希望这个书店可以变成这个一条小河，然后慢慢汇聚许多朋友进来，那小河小溪会变成大河，大不到哪里去了，可是可以把大家力量集合起来。好，那我也再顺便介绍我妈一下，这些画是她的画。那刚好被遮起来的这一些是照顾我爸爸的印尼帮佣的画，剩下一个小鹿在这里，可以，对，可以看一下，也还好，就是很可爱的画。那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家里做的一个实验吧，就是这些东南亚朋友在台湾，尤其家庭帮佣，其实他可能除了跟我们一起看《世间情》、看那个台语连续剧之外，他也可以做一些其他什么事情。啊，那画画也许是一个比较不干扰的事情，那也蛮好。那弹钢琴可能比较尴尬，因为如果万一他弹得比你好，你就可能想换一个帮佣。那画画也很好，所以他们。我妈当然也不是名家，那这个印尼帮佣就玛伊娜当然也不，她是刚刚学画，可是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也许可以，如果不要直播的朋友或者大家，你可以跟你们家里的人或跟你的朋友这样讲，让那些来台湾帮忙工作的人有一些工作之外的娱乐或者休闲。好，二楼大家就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好，那我们这个场地也就蛮好的，就不大不小，应该很小了。我会说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很小。今天如果只来五个朋友也更好，也很好，反正就是可以聊。那挤的时候，我们这边可以挤进四十个人，就很亲热的挤在一起，然后而且大家会很专心，因为其实坐得不舒服。你如果睡着的话，会撞到别人。三楼现在也有正在上课，三楼是一个半间的语言教室。那我们在这边有东南亚语言的课程给台湾人上。很多人问我们这边怎么营运下去。主要就是演讲和语言课，演讲和语言课。那个通常是收费的。那这个是因为跟，要特别讲一下，我们跟那个文化局合作办这样的活动，那也刚好搭配这个月的泼水节。好，回头讲为什么有这个书店哈。这个书店的一开始，一开始我刚刚那个影片来不及放了，我就简单用口头讲。那大概在四年前，我开始办移民工文学奖，我们办外劳外配的文学奖。那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些在台湾的外籍劳工、外籍配偶，外籍劳工现在有60几万人。
东南亚的外籍配偶大概十几万、二十万，大概这个数字。我们认为他们除了做我们以为他们在做的事情之外，有一些朋友他其实是有一些其他的才能，只是不被我们认识，或者我们认为他们没有。今天来一个日本人，他会弹三弦琴，我觉得哇，那个果然日本人真是很厉害。我来一个美国人会什么？美国人也不会什么。来一个法国人会做甜点啊，你觉得哦，法国人果然是文化大国。来一个越南人，他如果会弹琴，哇，怎么可能竟然会有这个事？就是你自己心里会觉得怪怪的。可是事实上当然不是啊，越南九千万人口里面多才多艺的人不会比我们少。印尼两亿多人，菲律宾有一亿人，这些人都不是小朋友。之前啊，现在比较少，大家会说啊，东南亚那些小朋友国家，这些小朋友大部分都比我们大，国土比我们大，人口比我们多。那来台湾的这几十万人里面，我相信也会有一些对文艺有兴趣的。那读书这件事情呢，或者阅读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他们有兴趣的？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那大概在两年多前，我刚好就闲闲没事，就失业状态，四方报结束了，然后我一直还在做移民工文学奖这些事情。我们碰到一个印尼女生 Erin， 访问她的时候，她会说她平常都不能放假，就她要照顾她的阿公，阿公非常非常喜欢她，所以不让她离开，就是不能让他放假，一放假阿公就没办法吃饭，处在一个那个是不正常情人关系的那个下。那我们说你不放假怎么办？我们为什么访问他？因为他得奖了，他写文章得奖，所以我们去采访他。我们采访他那天就是他趁阿公在睡午觉，早上睡觉的时候偷偷跑下来跟我们做采访，然后他就说。不能放假也没办法，不过他可以读书，他很爱读书，阅读让他自由，他用英文讲。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我们一直想要让这些在台湾的外籍朋友有比较 OK 的生活，可是所以也会去抗议啊，去游行啊，去争取他们的改善，在法律上改善他们的条件，但是那个都非常非常困难。可是 Erin 给了一个点子，说如果我给他书他就自由了，那我也不要去那么麻烦去冒着被自杀的危险啊，去抗议啊什么，中介也不见得中介会杀我们，也就是会想要去会改变现状，会得罪一些其他人。那可是我让他们读书也许就比较容易嘛，那我也没有影响到谁，他反正照顾阿公的时候，阿公看世间情，他读书或者妈妈画画，然后这个印尼帮佣读书，也可以和平相处，然后对他的身心灵也可能有点帮助。所以有了这几箱书，我就请我在印尼和越南的朋友，我说你帮我买一些书回来。我还记得大概是，对，因为我那时候只有存款，我也就没有正常的工作，我就跟我在印尼朋友说，我会给你4万块，好像。4万块，你看可以买多少书，包括你的工钱，包括邮寄的费用，包括那个海运的费用。书寄来了，其实没几箱啊，可是那书很贵，那个运费很贵，里面的书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书。给大家看这个书就是这些，你放大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厉害的书。不用放大好了，不然自己不听话。我就拿来测试，这是我们家附近的印尼朋友，我就拿书给他们看，你们有没有想要看书？其实大家看到母语书还是很高兴，即使这些书后来我就知道也可能蛮适合的。我朋友就是在大卖场买，在印尼的大卖场那个花车上，这一本这一本这一本不要，其他都要，就很帅的样子，所以寄给我两三箱。那这些书我后来就一一整理，我现在确定知道这边应该会有通印尼文的人，没有？看看封面，大家就知道不是什么厉害的书了。
这本书叫做《禁忌的爱》，禁的是心，心和爱的，是禁止的。对，那这个是翻译小说，就不是什么厉害的书，可是他们看得很高兴啊，就哎有免费的书，然后是母语书，他们还会教你说，哎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反正我就当就假装是傻瓜嘛，也是啦，就我看不懂字的时候，你就是像傻瓜一样。我要证明的是，他们是要看书的，是愿意看书的。当他有他看得懂的书的时候，他们是愿意看书，而不是我们之前说要给他们看书，然后很多人会跟我说，哎，他们不看书，他们都在滑手机。他们为什么要滑手机？为什么要买很好的手机？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电视台又没有他们的电视，电影也没有，那杂志报纸都没有，手机有他的母语，他为什么不看？其实要检讨的反而是我们，我们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我们还是一直盯着手机。好，这是另外一个，也是印尼朋友给我的故事。我确定有了书了，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就来，我不能一直给人家，因为跑来跑去，我又不能跟他们收钱，然后那个不像是一个营运的方式，所以后来找到了这里。为什么选这里？在南势角，南势角泼水，有泼水节，有华新街，然后离我家不算太远，我家在新店，就坐一班公车可以到。我们想说，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基地，然后推广东南亚文化，然后这些书，本来那些书堆在我家的客厅了，我也不能请大家到我家去看书，也很奇怪。那确定要开这家店，在那个同时呢，我一个朋友他的印尼帮佣，他家的印尼帮佣失恋，女生被劈腿，被一个印尼人劈腿，就是他们的年轻人就分分合合。然后这个被劈腿的女生叫做苏丽，一个印尼女生，她跟我的朋友，就是我学长讲说，她想读书，读书可以治疗失恋，她觉得啦，她想要分心一下，所以我学长就上网，因为现在各大图书馆其实都有母语书，都可以去借的，啊，只是有点麻烦，所以我学长呢，他在台北，那个印尼女生苏丽在台中东市。我学长就上台北市图书馆的网站，帮他找了几页书，说你要借哪一本，我帮你借，哥哥帮你借，哥哥就是哥哥，啊，哥哥帮你借书。结果他那个目录就 LINE 传到台中东市去给那个苏丽看的时候，苏丽就说：“哥哥这些书都是罗曼史，不适合现在我看，就是我现在正在失恋。”而我学长。他是很厉害的，他是国际联合劝募的那个国际的，就是国际企业、国际 NGO 的人。他英文当然好得不得了，可是他不懂印尼文，所以他想要借一堆那印尼文罗曼史，所以他就受挫了吧。所以他看到我有印尼书，因为我那时候买了印尼书的，我买了印尼书，站起来了，不然一直看不到你。我买了印尼书，对不对？然后我 po 在脸书上，他就说啊，张正，我知道你有印尼书，你借几本可以思考的，因为那个苏丽跟那个我学长说，他要可以思考的书，就是严肃的书。然后我学长就叫我说，那张正，你寄几本书到东市去给他，给这个苏丽看，他治疗失恋。然后书是实体的还是有帮助？我也看不懂印尼文，可是我不会挑像刚才那个。跑哪去？我不会挑那个，哇，这跑太快！我不会挑这个，比如像这个看起来就很欢乐，不适合。我应该不会挑这个，不一定，说不定我会挑错，我挑到这个的心啊。我会挑一些比较看起来严肃，因为他说要严肃的书。那因为书在我家，我摸得到，所以我就可以挑。我就挑那个字比较小，没有图片的，厚厚的，哎，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思考的书。然后我就寄到那个台中东市去给他。这个 LINE 的简讯是那个苏丽回信给我学长，他就说啊，他收到书了，他很高兴。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设计好我们的规则，书是可以在上面画线，
写字，因为反正也不是我的书，不是，反正我也看不懂。然后我希望这个书是可以流动，然后他看完可以再借。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让我们在那时候正在盖这个书，不是在正在布置这个书店，也不是非常有信心。他说这些书就是他要的，只是我乱挑的那些书真的是他要的，而且这些书是可以 build my soul， 可以让一个在异乡失恋的年轻女生可以重新建立她的灵魂。我觉得那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就我们乱，就是我们挑一些买来一些我们自己看不懂的书，可是没想到对一个我其实没有见过面的这个女生，可以让她暂时不难过。所以大家如果要在灿烂时光连线无线上网的话，可以，我们的账号是 reading 阅读，密码就是这一句，密码就是 build my soul。如果你需要上网的话，赶快上，因为我们的那个频宽不是很够，抢到就抢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治疗他的灵魂。好。那书店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运作的东西是书，对，我刚前面讲书是很贵，我自己在无业的状况下买了那几箱书，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可以再做下去。书在我家看起来很多，地上满满，你放到柜上之后，哎，其实才一点点而已。我想哇，那我要，所以我后来就比较佩服其他的独立书店，然后一整墙的书，那个要几十万。尤其如果是新书的话，可是我们本来就不是要开书店，就我本来就不是准备要开一间书店，啊，书店已经够多了，或者说我自己之前买书也是在博客来买，啊，书店这个地点应该要有它另外的用处。那我如果想要东南亚书，与其我这样买，不如就发明了这个活动，带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回台湾。其实有一点呼应，之前从前有那个什么带一多带一公斤什么的，哎，多带一公斤去偏乡，那我们就想说，那你回程的时候，回台湾的时候，反正你的行李箱也是空空的，哎，或者装了一些没有用的礼物，巧克力啊，就机场零食赶快买一买，或者去越南就是买腰果啊，然后买一些回来吃掉也没有的东西。那如果你带书会不一样。这些书给在台湾的异乡人看，哎，那你感觉就好像真的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而且如果你去，比如去哪里东南亚七天，然后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只要你最后一天买了一本书带回来，哎，你前面七天的罪过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弥平。所以这个活动，受到了非常大的回响，到现在都还有人带书嘛。大部分都是好心人啊，就是他存心就是要去带书的，啊，那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你书带回来，目的就是要让在台湾的东南亚移民工可以看书。我也不是张正坚很贪心，我很想看书，可是我不想花钱，请拜托你们每个人带一本书给我，不是这样子。你带的书，你带来的书我也看不懂。我们的目的是要给更多的其他没有钱买书或不方便弄到书的人看。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愿意做一点好事，做一点善事，反正你也花了几万块跑去那边，好，那怎么带？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带，你只要刚好去东南亚玩，去旅行，去出差，然后顺手，不管在机场或者在逛街的时候或者在夜市，你刚好看到有书你就随便买一本，你也不用在意什么书，什么书都可以，那个成人书十八禁的也可以，甚至更好，因为在台湾的外劳外配其实都超过18岁，他们也是有这方面的需要，那台湾的情趣用品店没有他们的书，所以你帮他带回来其实也不错。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在书上面是有写自己的名字，就你是一个善心人，你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你跟上面看你用英文或中文写都可以，就是告诉让下一个读书的读到那本书的人知道这本书不是凭空掉下来，是有一个你不认识的善心人愿意把书花了他一点点力气把书带过来。我觉得那会做成促成一个善意的循环。那我们这边作为基地，书带到这边来，我们会再想办法带到外面去，
如现在每个礼拜天我们会带印尼书到台北车站给那边的印尼朋友看，那大部分人还是不看，大部分在那边就是聊天啊打屁啊，可是几千人上万人里面可能有五个十个要看，我觉得也就够了。我们并不是想要把这些外籍朋友通通改造成文青，可是如果里面有几个文青他想看书，我们可以跟他搭上线，可以帮忙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很 OK。 好，我这样会讲太久，现在几点？已经看过了。好，这个书店的我快讲完。好，我们这边是书籍集散地，然后我们其实在创造不同的形式，我们试着想创造更多的形式，包括这种书店的形式，然后我们的书籍的流通办法，我们书籍的流通办法其实是蛮独特的办法，是可以借可以不还的一个办法。借的时候你就要给押金，给了押金，然后而且押金是全额的，不是五块钱十块钱的押金，押金是书价多少你就给多少，那你不还就当做你买走，你还我们就会原价退还给你，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然后书上面是可以划线做记号。另外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东南亚，以东南亚为主的相关的讲座影片，那有一些跟东南亚没关的我们也会来这边讲，比如我们这边讲了，好要讲北欧吧，讲西亚等等，那因为暂时台湾还没有比如说非洲的主题书店，所以我们就暂时代管，没有那个俄罗斯主题书店，我们就代管一下。就这些国家、这些地方、这些文化，我觉得台湾也需要一个地方让它呈现。那我们反正这个空间就充分使用。好，那我们这个演讲上面也其实有一点点创新，所以我们去年可以办到300多场演讲，那大概全台湾独立书店，不止独立书店了，文化中心都没有办那么多，只有我们可以办那么多。我们为什么可以办那么多呢？因为我们给讲师的钱很少，而且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式的分享。那因为够近，所以很多讲者他是愿意来这个地方讲，因为他跟他的读者、他的听众是面对面互动。然后费用就是我们也跟他讲清楚，这个费用不会，甚至连3200，就一小时1600都没有。我们就是读者听众投的钱，我们就切一半，切一半给一半给你，一半给我。那听的人多，你就多拿一点；听的人少，那就拿少一点。所以谈起来还蛮快的，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听演讲，我们这边通常听演讲是要给钱的。我们下面有一个饼干桶，你就自己丢钱，你假装不丢。老天也会发现，就你假装手放进去，然后就拿出来，我们也不会管你的哈。可是如果你每天都来听这种演讲，总有一天会被抓到。我们正常的状况，你就丢啊，你就自己丢。你真的没钱丢也没关系，我们有一个换工的机制。那你不想交钱，你很有钱，可是你不喜欢给钱，好吧，也 OK。我们也容我们尊重多元文化。好吧，你不给钱，那我们还是要交换别的事情，你就换工。什么是换工呢？你听完一场演讲，你给我500字的心得，这样公平啊。有的人当然就会听完之后算了，就还是给钱啊。哦，500字好累，还是算了，给100块算了。那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很大的营业项目，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导览这个社区。那就是所以我可以讲一些缅甸街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这个导览我们这一系列也有办嘛，对不对？我已经秒杀了，所以你们报不到，因为我们平常那个导览是一个人700块，所以那个新北是佛心来着，给大家免费参加那个秒杀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我们今天会先简单讲一下，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就自己先导览自己，就边走就边心情很好，省700块很多好。我们其实还在研究一个，我们想要玩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像大地游戏一样，我们想要布置一个
像寻宝，可是寻宝已经不好玩了。我们想做那个缅甸街大战，就是设计有英军、有日军、有缅甸军、有独立军、有那个孤军，然后在里面混战。不过还没设计出来，设计出来再邀请大家来看看。好，就是刚才捷运在这边走过来，我们这边再走五分钟就会到缅甸街街口，所以大家待会有时间的话，出这个巷口左转，走到就沿着路就一直走了，走到那个这边有一个85°C， 弯进去这一条，里面那一条就是所谓的缅甸街，就是华兴街，还是这一条街啊？这个是这个造景是。我记得是周锡玮当市长的时候做的。我刚刚在楼下找我们的缅甸相关的书，缅甸相关书很多，尤其去年出了一大堆。那有兴趣就看吧。然后我们的书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就照到上面都自己有标价，你标价多少，你就跟我们书店员讲。然后你给那个钱就带走，然后我们会在书上面写你是谁，然后押金多少，你看完了或者没看完你拿来还，我们就再退你的钱。那这几本王南书记大家知道嘛？好，不过现在其实他需要新传了，因为他执政之后已经变得又一个新的故事。那这三本彷徨的缅甸、缅甸自由、变脸的缅甸，这三本都是去年出的。大家说好同时，你可以传下去啊。不过这三本都有点硬，都是谈蛮大的历史，就是近代的缅甸历史。最简单的是这一本，这个《缅甸小日子》漫画，所以很容易看。漫画就很容易看完。他是写，我记得是一个挪威的外交官老公，就是他老婆是外交官，然后到缅甸去，所以他就没事，他就整天在缅甸就推着小朋友推轮椅，然后再接，不是推轮椅，推那个叫小朋友在叫什么娃娃车，不是推轮椅，推着娃娃车在街上跑来跑去，然后就观察到很多缅甸有趣的事情，然后画成漫画，所以很容易读完。其他几本当然我觉得你真的要认识缅甸，你可能就挑一本来念，你会比较知道缅甸之前或者会知道缅甸现在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搞了半天一直打来打去打不完，它有种族的问题，有英国人留下的历史的问题，那孤军在里面当然也扮演一些角色，那不是那么简单说要民主就民主，然后缅甸军政府也不是说坏就是一个像卡通里面就是恶魔党就是坏到底那一种，他有他的坏有他的理由在。好，那回到缅甸街这条街上，好吧，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或者意见要说一下，尤其关于书店的部分都没有。哎，请说。没有，常常没有人啊。那你有想说扩大，就是扩大这个店面，然后就是当然就可以让更多对方来看，有兴趣的朋友他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很多人一直找我们去，我现在变成除了东南亚专家，其实我自己真的不是专家，因为东南亚太复杂，我现在还是空间经营的专家，你知道，因为大家看到灿烂时光，哇好厉害，怎么那么多活动，然后都客满的样子，可是事实上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只有把客满的照片 po 出来因为我是媒体人，我们很知道怎么操作这个。不过其实我们也有 po 那个没有什么人的照片，我们其实都 po 了，我们还蛮诚实的，我们都会 po 出来，可是比如说今天只有三个来听，我们还是照片拍了 po 出来，只有那三个人分享，可是今天30个人来 po 出来，有30个人分享，所以基于传播效率看，大家说哎，就总是觉得这边人很多，事实上我们也直播也公开讲，我们
那个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厉害，只是说这个空间是反正就租下来的，那有点像旅馆一样，旅馆空房空在那边就是浪费，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充满。那所以我这边也欢迎各位，我想今天来的可能都是专家，如果你有一些对东南亚的经验或者心得或什么来这边分享，欢迎来，马上就来报名，我们就在脸书上马上敲定这个时间，然后经费就是有人捐钱啊，不是有那个不是有人捐钱，正常的状况就是入场的人就投钱，然后投多少钱就切一半给你，不会太多，哎，可是哎有人同时看现场还要看直播，这样有那个很那个科幻穿越的感觉。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愿意谈愿意讲，那也不用讲到多好，你看我其实也结结巴巴的，可是你的经验如果是值得分享出来的，就勇敢的来说一说。好，那你说有没有要扩大？我老实说我没有要扩大，我们就是要弄那么小，让大家挤不进来。今天这样是蛮刚好的，饥饿营销。那而且我也不觉得现在东南亚虽然现在比较热门了，可是我今天如果这个场地多一倍，然后应该也还是只有各位来，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么冷清的场子，可今天这样哎刚刚好，你觉得哎幸好我早来，我坐到前面，好幸好我有椅子，我有找到一个喜欢的垫子，就是我没有想要特别要扩大，那可是其他县市我倒觉得，或者以距离来说，别的地方我觉得也应该有这样的地，也应该有这样的空间，那台中现在有。然后我们有两个小朋友，有一个之前在这边当志工的，当志工他跑回台南，在台南公园弄了一个，啊，可是那空间不是空间，还包括他的地点。我们的地点为什么好？因为我们有这一批缅甸华人在后面支持我们，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支持我们，可是事实上他们现在变成我们很大的 background， 就真的来玩书店，听完一场演讲，你还可以再去逛逛街，变成看起来是配套行程。然后不知道他们帮我们很多忙。好，不过那个我在新北市也很努力在扩展这个，也许今天中和有一个板桥那边要弄嘛，对不对？看能不能弄得起来，或者五股啊，或者淡水啊。其实大家说新住民或者外籍劳工，我最常听到的就是说，人家跟我说啊，张正，我跟你讲，我们这边 好多外籍劳工，好多新住民，我听到耳朵都长茧，因为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这样说，大家都以为自己那边很多，其实到处都很多，那个是很平均的，没有，当然有些地方特别多，比如工业区，那外籍劳工很多，那外籍配偶，我觉得尤其是平均，因为外籍配偶不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嫁来，然后就嫁给这块地。我是嫁给一个台湾人，那哪边有台湾人他就会嫁到哪边，所以大部分那个差异不会那么大，国别可能会有点差异，比如说一个越南女生嫁到这个村，嫁得很好，所以她把她同村的其他姐妹都嫁过来，所以这边的越南人多一点，或者这边的柬埔寨人多一点，可是没有说多到说这个村就除了极少数那种例外，这个村全部都是，然后都是越南人，或都是印尼人，然后台湾人都跑走了，也好像没有这个现象，反而缅甸街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这一条缅甸街是，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条缅甸之外，缅甸华人最密集的地方。那这个会要从缅甸历史开始讲起，所以我们刚刚先说了这个缅甸的书，那有空的话大家随便找一本来看。缅甸的为什么会这边有那么多华人，主要是缅甸的所谓排华风波。那排华其实是我们华人的观点，事实上就是缅甸里面乱七有点混乱，所以华人是其中一部分被排挤或者遭到困难的对象。那比如说这个1964年禁止大钞流通，那缅甸的人的大钞他也禁止流通了，我如果是缅甸人，我的钱也一样作废，
那华人当然他的很多做生意的，所以他的钱作废，所以那个灾难是一致性的。那只是华人有一个离开的地方，台湾。就像刚刚前面那部影片里，我忘记有没有提到，就是到台湾对在泰缅地区的，尤其是缅甸地区的华人来说，是一个就像从前台湾人要去美国一样，然后去美国，去一个好地方，去一个天堂的地方。他不知道那时候台湾其实也蛮惨的，只是相对就台湾比当时的缅甸要当然要好一些。那为什么缅甸要特别排华？当然有一些特别排华的问题，因为有一批中国国民党，有一批国民，中华民国的军队在缅甸的境内，而且很厉害，缅军都打不过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孤军了。孤军我觉得也是蛮神奇的，在大陆打不过共产党，可是到缅甸之后就变得很厉害，就一直打缅甸人。那缅甸的人就是缅甸是去联合国告状，有一个中华民国的部队在我们国内，然后后来蒋介石他们、蒋中正他们才就撤回来一些。那我刚刚说那个有趣的，还包括这些孤军在缅甸很厉害，可是打回反攻大陆又不行了，又打了两个县又被打回来，打了四个县，打下了四个县城之后，那个中国共产党解放军还是比较厉害，就把他们打回缅甸，所以这一批孤军就一直在泰国、缅甸、辽国这一区在做一些毒品啊，有一些在卖毒品，大部分当然是很辛苦的在工作。那这一批人呢，零零星星的人，个别的就算个体户吧，就会落脚在这边。那种整批就是国民政府派飞机，整个村整个营接过来的那些缅甸华侨孤军，他们散布，他们因为是集体来的，所以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有一个聚落，比如像桃园的忠贞新村、桃园龙岗那边有一批，那个就是一整个部队安置在这边，比如清境农场，南投的清境农场，那就是一个部队，就是一次啦，就是这一次我是国民政府派飞机一批接过来安置在这边。那还有高雄也有，高雄屏东交界有一个高雄农场，那边也是固定的，就不是固定，就是一整批安置在那边。唯独华兴街这一批，它是在60年代陆陆续续来，所以它有一些它不见得是孤军的部分，它很多是仰光那边的华人。仰光的华人不是孤军，缅甸大家有个概念，缅甸很长像一个风筝一样，北边的是孤军，南边的其实是基本上它是更早以前英殖民时代就到那里的华人，那只是排华的时候都一起都排走。对，来台湾的缅甸移民有这几种类型，就我刚刚讲二战的时候的，然后撤退，所以撤退像那个清境啊那边的或龙岗那边是比较早的，他们就是国民党国民政府一批一批接来的。真正华兴街这一批是6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来这里，所以你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不见得是部队，他可能有亲戚是部队，可是他们不见得是军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侨生，像赵德胤他们就是侨生，是来念书的，以念书为名打工的。其实跟早年台湾去美国很多也是这样，就看起来是念书，可是大部分时间是在打工。那为什么到南势角这里？为什么到华兴街？其实这个是几篇文献我们整理出来的原因。他会说啊，这边因为是就是卫星城市啊，地价比较便宜啊，然后旁边有很多小工厂、纺织工厂，像我们对面是德州仪器啊，就是当年中和地区就还蛮多这种工厂，所以他们在这边是有工作的。然后还有一个理由说是因为跟清真寺比较近，因为尤其是云南过来的这些华人里面很多是信伊斯兰教的，大家没注意哈，你如果还有记得从前我们在念中国历史的时候，西北的回族，西北有回族，西南也有，
云南那边很多是回族，就是信回教，所以来台湾的这一批就是有一些是信伊斯兰教。待会如果大家去缅甸街，去华兴街，弯过去的第一间和第二间都是信伊斯兰教。第一间叫瑞丽，瑞就是祥瑞的瑞，美丽的丽，那间我们很熟，因为它第一间，我们那时候还不太熟的时候，每次一弯过去，第一间就进去吃。他墙上挂了写阿拉伯字的东西。我本来想说，哎，你这个装饰是干嘛的？你为什么要弄一个阿拉伯的这个阿拉伯文的东西在墙上？他说啊，因为我们是信回教的。他还把他的小孩送到台北的有一个学阿拉伯文的地方，他之后要把他送到阿拉伯去念书。然后再往前走，一个叫李园，木子李，花园的园，李园清真，那个在网络上查也很有名，它就是清真哈拉食物，就清真食物，清真就是清真寺那个清真，就那个食物的处理方式是符合伊斯兰教的，那当然不会有猪肉，然后符合伊斯兰教其实是需要说，那个规则很复杂，我记不得，就是宰杀的过程、处理的过程都是要，听说理论上还要一路念经，就是让这个牛死得很愉快，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宰杀的时候要放血，就不能吃血，伊斯兰教是不能吃它的血。好，为什么叫落脚综合？这几个是文献上的理由，不过老实说我不同意这个，我怀疑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些理由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他不能解释说为什么这些华侨、这些缅甸华侨要聚集在这里，因为离台北市比较近的地方很多啊，以台北市为核心，周围都离他一样近。那当年1960、1970的时候也没捷运啊，那为什么在这边？那工厂呢？这边工厂是还蛮多，但是我们有访查。跟这边很多在地居民谈，他其实也不在这边工作，他在新店工作，或者他跑到土城、跑到板桥，那又不是通通聚集在南势角这里。就整个大台北的卫星的工厂，其实到处都是，不太能解释，不太能说综合特别多，而且特别欢迎这些缅甸华侨。那清真寺我觉得更不合理了。清真寺就是说的是新生南路那个清真寺，我们这边过去很方便嘛，我很怀疑，从内湖这边也一样方便，或者从当年很荒凉的信义区过去也差不多吧。唯一我的解释是，我自己觉得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华夏工专，这边里面有一个华夏科技大学，我小时候它叫华夏工专。为什么？这个只有我这样解释而已，我们都还没有变成书面的东西。我去查了半天，查到华夏工专的创办人，我一直记不得他名字，赵什么东西？反正你查华夏工专或者华夏科技大学创办人，他的网页上查不到这个人，这个其实很奇怪。我创办了一个学校，结果那个学校网页没有创办人的名字，可是 Google 维基百科上面还是那些拜官野史上面有他的名字了。真糟糕，我已经早发性失智症。那个创办人他是当年台湾退辅会的主委，就是退出役官兵什么什么委员会的主委，当年是很大的，就是当年台湾的军队。不像现在这样比较弱一点，当年虽然打不过共产党，可是在台湾还是一个很大的单位，退伍军人，他是头头，赵，待会查一下，他是退辅会的主委，所以我的怀疑，我的推论是因为他是管这些退伍军人，然后他是这边的创办人，所以。缅甸边境，虽然我说整批过来，当然已经安置到各个村落去了，可是那种零星要过来的，可能还是会透过这个退伍军人的系统来找到这边的老大哥，说：“哎，老大哥，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安排一个落脚的地方，安排一个什么住的地方。那这边反正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好吧？那而且这边当年的确也是就是很乡下的地方，啊，这边有一个房子你住，你住你住。他不是缅甸华，他不是云南人、缅甸人，他是湖南人。可是因为他是管退伍军人系统，我的推论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华夏公专，因为这个创办人，所以让当年来后面1960年代之后来的缅甸华侨会聚集在这边，他就一个一个安排，可能是随便安排了，只是随便安排之后，慢慢就有人开店，然后下一个就是哎，反正你在这边，那我也来这里。我们实际在街上问的情况也是，就是问说你为什么要住在华新街啊？因为我朋友住这里啊。你朋友为什么住这边？因为他朋友住这边。你问不到一个源头，现在有点难问。文献上有查到一个叫李大妈的那个滇缅的小吃，就在华夏公专正对面，说是这边的第一间就是滇缅小吃李大妈，可是你找不到，因为他已经关门了。所以那有点像那个线头就一直断掉一直断掉。我们在街上每次我去吃就会问说你为什么在那边开店啊，就是我刚刚讲，因为朋友在这边开，因为朋友为什么，因为朋友妈妈爸爸在这边，就只能这样一直推上去，所以才让我有这种诠释的空间。我的这个诠释你也很难去推翻，因为那个创办人已经过世了。他当年你去查，他其实还蛮有趣，他是当年那个国民党内的那个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他本来是要接行政院长，后来因为好像跟宋楚瑜还有什么关系，美人计，所以他有这个有外遇，然后就被蒋经国给踢出这个接班的，然后死在美国，就死得怪怪的，不是正常寿终正寝，是在一个，那可以写啊，也许问李瑶他会知道，就是一个国民党的怪怪的历史。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再稍微讲一下哈。虽然说缅甸街、华新街是缅甸街，都是缅甸华人，其实他们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很不一样啦，就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区隔在。为什么不能放大器？旁边看得到吗？简单分就是分缅北和缅南。我刚刚说缅甸很长，缅南到缅北那个是几千公里，应该至少2000公里的距离。缅北的我们称它做翻山过来，翻山越岭的翻山，从主要当然就是那个国民党的部队一直逃到云南，然后进入缅甸。那可是在此之前，因为他们地面是连接的嘛，就是其实走路就来了，就是跟台湾这个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岛，所以你不能随便走到海上，可是在大陆上面那个国界是人为画出来的。当年的缅甸和云南，而且那边的地形是纵谷型的，所以他走就走到别国了嘛，就很容易就走到别国了。所以缅甸北部的华人，包括果敢，刚刚影片里那个果敢，那果敢是边界上的一群，那个他们都是云南人，主要是云南人是大宗。缅南呢，缅南就是缅甸南部仰光那个毛淡棉那边的那一批缅甸华人是更早以前去的，是英国殖民时代，英国殖民缅甸的时候需要一些中介的劳工，然后就引进华工。那华工哪边来？就是广东福建这边来。那他们现在历史这个非常会捉弄人，让他们一起集中在台北的华新街，他们混在一起，我们分不出来，你看外表绝对分不出来，因为就是华人，然后讲的都是缅甸话或者云南话，然后我们听起来都一样，可是你问他们的确是不一样。那饮食上这边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
就连闽南的华人里面还分广东和福建，广东和福建其实是职业上来分，福建人是比较有钱做生意的，广东人是做苦力，所以缅甸人看华人看起来都一样，就当地闽南人看这些华人都一样，可是他在他们穿着上分出来，老板都穿长袖，老板就是长袖善舞，然后钱藏在袖子里面，然后短袖的是苦力，是做工的，所以他们会后来，对不起，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放大，晚上呢可以放大。缅甸人称广东人叫短袖的，就是哎短袖的，哎长袖的。他们都在仰光的一条街上，那个好像叫广东大街吧。然后华人里面又分两块，缅甸福建区和广东区。那福建这老板都穿长袖，这当然是很粗的分类，可是就慢慢真的讲成一个确定的名词。我们那天导览带到那个缅甸街的巷子里，然后旁边就坐两个阿伯，然后我在跟他们解释的时候，就转头问，对不对？他说对对对，我们就是短袖还是长袖什么的。然后云南那边就配合这个短袖长袖就变无袖，因为好像他们就比较都打赤膊还是怎么样。好，来，大家有没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信仰其实就是信仰比较难谈啦，就大概是这样子。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跑哈。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哈，这个是我去年底才发现，其实我觉得是最有趣的。天地会大家知道，可能不知道哈，韦小宝也都，就是韦小宝那个天地会，鸿门天地会又是鸿门，然后就是那种地方帮会。在华新街上有两个分台，你们如果眼尖的话会看到，可是真的不容易看到。我在那边混了一年半之后，才有一个马来西亚研究马来西亚的侨生，他在台湾念完博士，在台湾教书，他研究东南亚的帮会，然后讲演讲讲到最后说啊，你们这边也有一个刨冰糖。我说真的吗？我每天在街上吃，我都没看到。真的有。你如果待会去看的话，那个条街对不对？我刚那个很多牌楼的那个街，有一间店叫做《母亲的恩情》，很奇怪的名字，就妈妈的恩情啊。它的二楼就是刨冰糖，刨冰抱着冰，你想就知道那一定是练功了，对不对？抱着冰，不然没事干嘛抱着冰？不过，然后这个是他们内部陈设，那又叫中医堂，好像是一个统称，然后里面都有关公，然后这些都真的，都真的是可以砍死人的。然后柜子里面有那个大的舞龙舞狮，就其实就是正也跟正头很像，只是他们年纪比较大一点。我那天碰到堂主，就是，我第一次碰到那是九十几岁的。可是很挺啊，他说要跳国标舞，然后其他的那些也都是跟班，不是要跟班了，他们就有辈分，什么什么堂什么堂，什么互见互应，都有一个词在上面，也都七八十岁，他们现在比较不在外面维持社会秩序，他们比较就自己在里面打麻将。我现在每次去碰他们都在打，都准备要打麻将，然后。因为我们导览会有的时候会带到这边去，我们希望带去，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对外公开的，所以每次去之前我就要先跑去说，我们五分钟之后可不可以带一批朋友来，然后我已经两次都这样子，他们都正在排麻将桌。然后说好，那等一下再打，然后我就把人带进去。很有趣的这个，可是我当然不鼓励大家上，我刚才已经透露出他在哪里，不过你要找到门进去不是那么容易，我是找了半天才有一个地方有电铃，我才按到然后才上去。
你们不要随便上去了，不然他们可能会一直那个打麻将被打断，也不是很好。这是他们里面其中，他们墙上贴了就挂了很多这些规矩，包括他们的那个进阶图啊，怎么样从最低阶到最上面的堂主，中间有大概十几层。然后这个包括十款十条，这些，其实蛮，就是跟那个青年守则十二条其实意思差不多，就是要叫你做好事就对。铜穿绣鞋，我每次就会谈这个，什么叫铜穿绣鞋呢？大家就，就不能两个人穿一双鞋子，这样会不卫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嘛，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啊，同性恋，对，同性恋可能早就被打死，我猜在那里面。铜穿绣鞋是说不可以两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不可以这个兄弟争同一个女生，同志可能也有，不过我猜在那样的氛围里可能很难存在，因为那是一个很讲求阳刚的地方。不过有一个，大家如果真的待会有兴趣过去的话，给大家一个比较更有趣的，不过我没有把照片 po 出来，而且很近，你走到华新街口左转，我刚不是说左转，大概过五六个店面是瑞丽嘛，在瑞丽之前，还没有到瑞丽，你左转过去，你就看那个公寓大楼有那个门铃，对不对？有一个就写在上面，所以一点不神秘，他就写，但那个堂叫做正义堂，这个堂叫做忠义堂，另外一个分会叫正义堂，他就在华新街口转过去，大概第三还第四个店，不是店面，他是那个公寓的。公寓有按门铃有对讲机的那个，它在二楼，所以你会看到那个一二三四楼在左边的二楼，它直接贴一个正义堂，所以要去帮会也蛮容易，就按电铃，然后有人他就会让你上去，就走到二楼上面贴一个大红山，红就是红门的那个红，就是这个红，那里面那比较。跟台湾人不太习惯的是，里面抽烟抽得很厉害，好，然后那边也是在打麻将，所以他们缺一卡，你还可以补一下。那为什么叫红门？大家知道，有很多个传说啦，红就是汉室中土谓之红，汉朝的汉，你把中间中土拿走就变成红。你写写看。就那个汉诗中土，中间那个汉的右边中土那个两个字拿掉就变成红，所以这个红门就是为什么要反清复明，因为中土中国被清朝拿走，他们是红门，那这是一个谈法。另外一个是他们是洪秀全那个太平天国后来被清兵又剿灭之后，就被平定之后他们就出海出亡，所以是纪念红门，不过这种帮会反正就是有点神秘了，你也很难说哪个是百分之百对。那吃的当然是通常大家谈华新街就谈吃的，吃的其实我不太会谈，因为我吃来吃去都差不多，我的那个味觉不是很好。最简单吃的是那个这个，镜头转过来，鱼汤面。你里面看不到任何的鱼，那就是把鱼煮到看不到，那所以你也很难追溯它到底是不是鱼吧，不过应该就是吧，好，它煮的那个很细密，那最有听说最好吃的叫六阿姨，现在去吃不到，他们中午去大概就卖完，他都是这边都很早开门，这边六点就开门，这边的店都是六点。那吃得到的有这个滇城，这个是他的门口，他那个阿婆每次会把那个叫什么腌，我不知道什么那叫什么菜，腌菜，然后挂在晒衣架上，然后就挂在门口，就蛮有趣的。滇城是要走到比较后面一点，它是滇城嘛，就是说云南菜。那这是菜场里面，这是我们导览会带去，不过。
就没有了，现在下午应该都没有。就这个阿姨很可爱，你看这张笑得很开心，对不对？这张是 exciting。我们导览那个品质不稳定，因为那个被导览的对象他的情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有一次我们去，哇，他脸就超臭，我们就讲了一下就，哦，好，那我们就走。可是有的时候他就你看他也很有喜感，他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开心的时候很开心，吃，不开心的时候你吃你就要付钱，就这就不一定。然后这一个是那个破书包，他都会转过来，破书包，这是北台湾甚至全台湾唯应该是唯一的产地，就在人家家的客厅，就他家的客厅里面。这是家庭工厂，他每天都在里面包那个破书包，破掉的破，酥是酥脆的酥。那个地方它不在街上，我先讲好，不然我待会一定忘记。它在，它可以，你可以去买。我要找到那个地图。哇，这个地图没有，我待会挑弄到地图再给大家看。啊，地图在这边。等你们这样看得懂吗？这个很复杂的手工地图。这一条是华新街，不是，这条是那个新南路，然后弯进来，这一条是华新街。刚才讲那个。破书包，你看它还不在这张地图上，那时候没有画。破书包在这里，就是你华新街转进来之后，一直直走，有一个三叉路口，然后弯进来，再弯进来，民宅，它是民宅，然后门口有挂阿芬姐，就是那个阿姨叫阿芬啊，她小时候叫阿芬，现在也叫阿芬啊，就阿芬听起来你很年轻了。那在这边，你可以去买冷冻的破书包，现场热的不一定有，如果他刚好烤出来有，通常大家是买五个十个这样回去蒸来吃，其实非常好吃，而且它很便宜，我记得二十几块，25块还是20块一个，他就不肯涨价，然后把自己女儿的青春都耗在里面，他的女儿，他女儿现在有另外一个职业，就帮我们导览，他很会讲，其实他们很会讲话，如果他跟你开话匣子的话，他可以讲他们夫妻怎么样从缅甸一路逃难来台湾，然后在台湾做工地啊，怎么用破书包养了7个小孩长大。那其实有一个我没有放上去，那一般很多台湾人会来这边吃的是缅甸街上的祥玉港式饮茶，港式饮茶。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觉得很这个港式饮茶很莫名其妙，干嘛要开在缅甸街上？可是后来我研究前面，就我刚前面跟大家讲，对不对？缅甸华人里面很多广东人，所以他开港式饮茶就变得合理了。其实有一些这些华侨来，他就是还是想吃，港式广东的，可是。更有趣的是，后来我辗转问了那个老板，就有人跟我说啊，其实港式饮茶的老板也不是广东人。我说对，你这让我脑袋一直转来转去，我很头大。那我说那他是谁？他是福建人，可是他请了广东师傅开港式饮茶。就这样。啊，刚那个六阿姨在这个巷子里的巷子，所以。你也不用去试着去找了，很难找。然后对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丰大，大家去西门町可能会，老一辈的人可能会知道，年轻人不知道就不知道。丰大就是南美丰大的那个咖啡那边的，丰大的那个工厂在这里。丰大的原文叫什么？知道吗？蜂蜜大王。就是简称，然后本来叫蜂蜜大王，后来简称蜂大。那刚才大家看影片，早来的朋友有看到影片，哎，变了。
小孩的朋友看到影片，那个他们逃跑的，就打架的那个地方啊。他们打架的地方就在，看一下，他们追逐的那个菜场是这一片。我把它弄小一点。所以如果你刚刚看那个片子，看那照的音片子很有感觉的话，可以去跑一下。你看那个新南路转华新街进来，右手边第一条，这条是菜场。现在去空空的了，早上的时候非常非常挤。那这一块是菜场，所以刚刚那个什么老刘小刘，那个老刘，他眼就在这个菜场里面卖肉，然后他们追出来就追到这里了，追打到这边来。好，也差不多。最后就是信仰的部分，信仰这边其实还就是南传佛教的部分。那他们会常常会一直转过来，会请一些缅甸的佛教高僧来这里，跟他们这椅子是给那个高僧坐的，就是很大的龙椅。然后，可是拜的东西其实也差不多了，就释迦牟尼啊，什么观世音都拜，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舍利子，他们说是舍利子的东西，我也不敢确定是或不是。然后有三只小猪，捐款，猪上面写的是名字哦，张震，这只猪是张震，这只猪是 Joy 的，这只猪是谁的？所以那个竞争其实非常强的。因为猪还是透明的，所以我觉得蛮残酷的。啊，那旗这个旗子就是那个南传佛教的，还是说所有佛教都是这个旗？藏传吗？还是佛教都是这个旗？这个不好意思，我就不太懂。好，那它里面的这个还有开啦，应该会开，尤其像礼拜天会开。就是巷子里面左转有一个，它不是真的庙，它就是民宅，然后一楼打通，然后欢迎大家来这边拜捐献，然后他们也会请一些高僧来这里。如果你要找比较真正大的庙，那就要绕比较远，那个不在我们的势力范围，要走到这边有一个那个放生寺，就是、放生，就是。把乌龟放生，还有放生死在那。好，几点了？哦，好，好，不好意思，我讲太长了，这个我没有讲过这个一小时的场次。OK， 我教大家一句那个缅甸话的谢谢哈。缅甸话的谢谢。那有那个准备要接受挑战的那个缅甸话，谢谢叫有五个音，接苏顶把的，不错不错，大家很有天分，好，接苏顶把的，不用念太快了，因为我们就是外国人，只要念出这个五个音，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好，那就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有人要问什么啊？先拍照是不是？啊，先问。喂喂喂，有吗？有同学是来做作业的。对，因为我们现在不太接受人家做作业，都统一。那你麦克风给他。你那边有什么？我比较想知道的是，你们29号还有一场，就是那个导览，对对对。那我想要知道你们大概是什么样，就是带着他们走，然后介绍说每一家店的东西，其中会有什么。
因为我本来是想参加，可是后来名额，我在网络上看到我名额是只有23位，我去按参加24位，可是他就是不给我写报名表，所以我一直没有报名成功。然后就是我是本来是我想要带学生，华夏的学生，我是预计在5月初的时候。华夏的老师？就是没有，我只是我是正式老师，就是我现在在华夏教缅甸的那个文化跟经济之类的，对。那我是想说借这个地缘的关系，我希望可以带学生走一趟华新街，因为其实学生在那个地方他们其实也不会进去吃，也不会进去做，因为他就我觉得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习惯，不熟悉的东西大家很少会去碰触，然后所以我想说行，带他们走一趟，然后我想听你先听你们的介绍之后，其实我自己也有自己的见解啦，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加入一些什么历史的观点什么之类的。那我的话，我的观点可能我只会说这家店是卖的东西大概是缅甸哪个地方的特色，那大概是什么样，这样我可能就是会这样介绍而已。所以我想要知道你们的大概的模式会是什么样的模式，这样，谢谢。好，那我们先把直播切掉，是商业机密。我们的模式，其实我刚刚讲差不多就会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可是因为通常是我还有一个也是缅甸的华侨，就是卖破树包的那一个的女儿一起到来，那我们不会特别介绍哪一家店好吃，会跟她说这家店叫这家店是缅甸菜，这家是云南菜，这家是不好吃，这家道地不，可是不会特别讲那个部分，我们的路线是我们研究半天才走出来，因为我们2个钟头要走完这个事情，然后就从灿烂时光这边出发走到这边，然后不走进来，因为走进来就是观光客自己就可以走进来，所以我们又会特别找一个巷子走进来，我们会走巷子进来，直接到后街，因为那个大街一方面是难走，这个可以跟那个新北市的交通局还是什么跟你反映一下，就缅甸街上那个花圃啊，那个除了挡路之外没有太大意思，所以人都只要走到马路上，那个很危险，所以我们那时候导览带20-30个人，我们不敢走那边，所以我们就这边过马路走到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公园嘛，我们就到那个公园做一个集散地，就在那边集合，然后再讲一次路口会讲一次，这边会讲一次，然后山民啊，或者几个摊子那边会让大家告诉他们，就介绍那个摊子，然后那要买就自己买，我们也不是那个，我们也不抽成的，反正爱买就买，然后会跟他讲那个摊子，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卖炸黄豆的那叫什么东西？名字我都记不得，那其实我觉得那很不健康啊，什么都有，炸蔬菜，炸黄豆饼，炸什么都用炸的，可是它是好像也是大台北地方的批发商，就它是批发，大家其他的缅甸餐厅或者会来这边买，然后看到这边就会也会特别讲一下历史，就把我刚才讲那个部分，也许在现场再讲一次，然后现场就抓一个，你是仰光来的还是密支那还是哪里，然后他那个阿伯很爱讲的，他就帮我们讲了5分钟，然后还要打断他，好了，我们要继续下一站，就是让这些参加导览的人有就跟真人接触的机会，就也不要都我们讲，那吃我们也不会都讲吃的，可是吃还是需要，然后会到菜场里，会到这个庙，那庙我们也很熟了，那也都是一直打扰到变很熟的，可是庙也是不稳定，你知道吗？它都会开，我们因为礼拜天去导览，它都会开，可是谁在里面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一个很能言善道的大哥在。可是我们现在碰到比较多的是一个很害羞的大哥，我们一到他说你们又来，然后那他就躲起来，他就躲到房间里了，他就不出来，我说你来讲解吧，你比我低，你在这边是住持，你怎么会叫我讲，对不对，他 就真的躲到房间里，那我们就只好硬着头皮解释那些轮回啊什么的，就是他那个表，那个是轮回表，那我觉得那个是某个程度是告诉这些参加的人，
参加的朋友，这些侨民他是需要信仰，他是需要一个地方拜拜，需要一个地方捐钱。就是所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台湾人也是啊，台湾人也常常不捐庙就捐教会，或者我自己现在在做一起梦想公益协会，也会有人要捐那些公益团体，然后再走菜场出来，啊，菜场里面有那个摊子，就那个可爱的阿姨的摊子。出来到街上之后，这边我们通常不会走，因为礼拜天非常非常挤，我们一队二十来个人，那个会打扰人家商家，所以我们会到对面，然后在对面摇指的这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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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拍照，那边照拍比较好拍。然后啊，母亲的恩情这个，然后我们就去看看天地会今天有没有开门，有开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再转到巷子里，到破书包，到这个地图上没有的破书包，然后其实两个钟头现在就过去了。那历史简单的会在这边先讲，那现场也会，现场因为万历就是跟我一起带的，他从小在这边长大，对，他十几岁，他是十来岁，好，我小的时候到台湾，所以他有很多他个人的历史可以讲，然后包括他爸妈为什么几十年来不肯离开华新街的原因，因为吃的东西，因为那个鱼汤面，因为那个讲那个就现场他们讲起来更有那个说服力吧。对，啊，好，谢谢。那个破书包其实我讲一下，其实破书包他们家的破书包算还蛮好吃的，可是龙岗那边还有更好吃的，啊，真的，啊，更道地的，啊，放大一点。没有，龙岗那边也有一群，也有，对，我知道，然后他们的破书包也蛮好吃的，对吧，啊？照我自己的观点来讲，其实我觉得那边的更道地，更像云南味，我是觉得说，对，他们也蛮好吃的。对，我是闽南那边来的，我闽北的，对。那所以我是觉得龙岗那边也蛮好吃的，可是其他那我觉得说大家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一开始可能就是因为吃的，像我个人也是这样，我来台湾之后。你上学，你来台湾之后，学长姐第一个带你来的一定是华新街，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说啊，我们你漂就是你到了异乡之后，你就是会怀念自己想吃的，他们就会介绍你说哪些地方你吃得到家乡的，然后就会介绍我们来，然后之后我们也会这样沿袭这个传统，会这样带下面的学弟妹们过来，然后像我现在决定要留在台湾之后，我个人买房子我就是会找这附近的。那因为是第一是吃方便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一样会以吃为准，对，那我比较贪吃的，对啊，我都会以吃为考虑，所以我是觉得这边比较方便，而且这个环境我觉得我还能接受，有的人会比较不能接受，他们觉得这个环境太有点脏乱，讲难听点，对，有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比较不够那个，会有点乱嘛，所以他们会去别的地方，就是会新店啊，在周围不要太远的地方买这样。欢迎来讲一场缅甸。学生，你是毕业了吗？对，我毕业了，我是2000年进来的，2000年进来之后来台湾念，然后我是念师大，对，然后我是在师大念大学，然后反正就念得很辛苦了，因为那是应该讲是那个学业制度的问题了，学校制度的问题，像缅甸我是高中毕业，可是缅甸的高中毕业只有10年级，所以变成台湾是12年，还没有加上前面的幼儿园，那你们还没有教幼儿园3年哦，再加的话你们就变成15年啊，你们学了15年的东西，我们10年就把它学完，所以中间就差了2年，起码差了2年的制度。那我在当地算是我觉得自己觉得功课很好的人，就是一直以来是没有从三名掉下来过的，然后特别数学是特别好的人，所以我当初就考上了那个，就是我们是有加分的师大的数学系，然后当初就自信满满的来念，可是一来就发现说我微积分只有听过的东西，地理老师把那个怎么几千页的东西语文的东西一翻就翻了300多页，说你们高中都学过了，然后我没看过的东西什么东西呀，啊，老师就说你们高中都学过了，然后就没有教，然后对我来说整个傻眼，我只知道说 sin 那个变成那个微分之后变成 cos 这样而已，那个东西那个还是我考上师大数学系之后我再去补习的，我补习了几个月过来的，我完全没学过的东西，然后反正我念得很辛苦，我念了别人念4年的东西，我念了就是8年。待会我们留下联络电话，那请你来讲一场那个你有多恨台湾。没有，我开玩笑，就是把这一段
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好吧？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什么意义啊？就是有什么就没有，不是要教数学，教数学当然不要了。没有，看看，待会我们再商量。要不他们谁有麦克风麻烦抢？我想问就是因为海外回来的华人，他们照理说在台湾应该会被，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应该被台湾在地人排挤，所以他们不应该就是像很多马来西亚或是印尼，他们都不会用自己那边马来文和印尼，也就是说缅甸现在那么多就是人会用缅甸话，所以他们还很想念家乡，还是因为他们中文不太好，就是。就为什么不用？为什么用或不用？他们的招牌为什么会就是多练？因为照理说，如果要避免他们这边处境不太好，他们应该不会就是用在外地的语言，应该会用为了融入当地，应该会用更用中文。不过中文还是比较多。我不知道你可以回答吗？可能这只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周学伟市长当初的那个他统一化的几千万的设备来用的，他要想要把它发展成一个特色的，就是类似特色的东西。所以你既然是特色，你当然就是要有那个，而且起码中文年尾你要出现。像我打算接下来五月初要带学生来，我就会叫他们，我其中一个功课就是导完接之后我会请他们，我会导接之前我会教他们缅甸字母，简单的几个，我会请他们说你从招牌里面找出一个字母给我，就算过关这样。对，那这是我的功课之一。那我觉得其实因为台湾现在不是要讲求多元社会吗？台湾是个很 nice 的环境，多元社会这样，但就要把各自像原住民的地方，他们都会把他们的文化尽量的展现出来。当然这个缅甸街当然就要把自己的文化尽量能够展现多少就怎样，台湾不会有排棉或者是排什么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就没必要说，我觉得就没必要。我一直是刚进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刚就是在1960那个时候，就是就现在就用缅甸话，还是他们进来是用什么？我的理解是，缅甸字是那个，我是给大家看，缅甸字是左上角这个叫撒奥，书的意思。我觉得刚开始人少的时候，当然会就会伪装吧。可是当已经华新街聚集到这样程度的时候，那就不怕了。你这样接，你待会这样接听，旁边讲的你真的都听不懂，都是讲缅甸话或者云南话。那如果是在之前的一批一批来的，那个就有群聚的那个。就一群人啊，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来，所以我觉得还 OK。比较难的可能是上学，我一个人进到一个班里，这个班都是台湾人，那他当然可能会掩饰自己的身，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可是我觉得那个蛮合理的，就是我不想被挑出来说，哦，你是缅甸人，你的国语不标准这种。我比较另类，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比较另类。像很多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说不想讲自己是来自于缅甸，来自一个那么落后的国家，可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说我很荣幸我从缅甸来，所以我很荣幸跟大家介绍。然后我来台湾之后第一个印象就是全班里面，因为数学系本来就超生会比较少，因为比较难念，第一就是，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一届只有三个侨生，一个是澳门的，我是其中一个，一个是韩国的，所以整个东南亚只有我一个是那个。对，然后就进来之后我变成全班里面，我们是那每一届都有甲乙丙，然后我们那一班就是会被分配到每一班也有一个侨生，然后我被分配到那一班之后，我变成全班人就是问我说，哎，缅甸的怎样，就被反正你就被当成猴子就对了，所有人都是一直问你很多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因为可能他们对缅甸是很陌生，他们就会问一些很多关于缅甸的事情。蛮愿意讲缅甸的、啊，我很愿意，所以我开始讲我很愿意，可是我的朋友他们不愿意，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愿意的来这边听，不愿意的我们也没有要请他来，而且来还要付钱呢，所以你放心，来听的通常都是很愿意听的。应该是一开始吧，因为我们当初来其实讲难听很难，很不容易。我们当初来，我们的护照也是用钱买来的，也不是算合法的。其实我们当初办整个，像我看，像我在看，没有在建瓦城，也有在建瓦城里面的整个程序，几乎都是我们的过我们的经历。那是演电影的。对，
然后，所以我们当初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很能够像你们台湾人看，可能没有说很多的，很不会哭，哭点会没有那么多。可是我们来讲，就是看那个电影，哭点会真的非常的低，因为你就觉得说，哇，那根本就是我嘛，在演我嘛，就是你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会把自己放入那个女主角的男主角的位置，这样对啊。因为华新街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到那种，就你只身一个人到国外，你没有亲戚，你没有任何的那个认识的人。我当初来是没有亲戚，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就跟几个朋友考了来到这里。可是你当来到华新街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感动，我听到的竟然是缅甸话耶。在这里有的时候我在公车上好不容易听到一句缅甸话，我会一直看那个人，然后很想跟他讲话。你会有这种情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华新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我来了台湾之后，他算是给了我一个，就是来到了之后可以看得到家乡的食物，吃得到，然后看得到，也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那个，就是一些家乡的一些氛围。像那些男人坐在茶铺，那些也是缅甸的文化带过来的。对，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还有吗？有没有谁要走就可以离开了？没关系。哎，我们下一场是几点？我忘记了。我们五点有讲一场。我回头看一下，我们五点好像有一场讲那个云南的牛的，讲云南忘记了，哎，反正另外一场演讲四点半还是五点，那有事的朋友就谢谢你们今天的参加，也谢谢文化局的朋友。那每次要聊，反正我每次就我的店，我就在这边。还有吗？有要问吗？有人有兴趣吗？没有的话，那还有什么？男人坐在茶铺，但是谈国家大事哦。真的吗？通常是啊。他们会说是啊。躺在坐在那里，其实他们就缅甸的就这样，缅甸的没有缅甸的男人真的。我最近像我去参加一个，就是我去翻译那个赵德英，他赵德英导演也有出席，他最近缅甸台湾办了一个。哦，那战争大概也有出席，他是那个什么亚第二次的那个叫什么东南亚的什么那个，就是很多纪录片导演有过来台湾参加的，文化部办的那个，文化部举办的那个。我有出席的。对对对，你有出席，因为你是第一届的委员，你第一届的委员。有我当翻译，我是在。你是当翻译。对，我是在翻缅甸导演。那个文化部的东南亚事务咨询委员。哦，对对对，赵德玉没去啊。赵德玉没有，第二场他有出席，正大的那场他有出席。啊，他终于有去了。正大那第一届就请他当委员，他太忙没空。就第二届他们又请他当委员，然后第一颁奖颁证书那天他还是没有空。我想哇，这个请不到啊，所以他后来有去了。他第二场那个正大那场他有去，当天就是那个导演他拍了两部的那个纪录片。然后他也是很辛苦，他第一部花了五十美元以下的经费拍了一部经那个导那个，他其实他那个里面就展现很多的那个、现场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缅甸的女性主义的地位。然后赵德英导演他就回应，他也是反应，他就在那回应说他最近可能他最近花了大很多时间去缅甸的边界走，然后想比较偏乡的地方，结果他就发现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和尚庙？他看到和尚庙，那个大和尚，然后缅甸就是男人每一辈子一定要穿过，就是一定要出家过一次，要不然你就不可以称为真正的男人。所以那缅甸的那个他们就会出家，很多人会出家，所以他就有很多小和尚，他就看到那些小和尚要回家洗澡之前，大和尚就会跟他说，你回家之后千万不要让你去碰到女人的衣物这些。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就把女人的衣物视为不洁的东西。然后可是赵德英导演他就觉得说，他觉得很好笑的一点就是，可是那些大和尚的那些那个袈裟这些不是他们自己洗的，是村里面的那些女人拿去帮他洗的，那又算什么东西？对。那缅甸其实是一个很，这个是一个很男女地位很不公平，也不是，可是我们不会觉得不公平，你越偏乡会越明显，然后当然到阳光什么的会比较不明显，可是你光从茶铺文化就可以看得到男女地位不明显，就是很不平等。然后像做茶铺的永远都是男人，他们男生都会怎么样？早上就去点一杯奶茶，吃个早餐之后，他们就继续在那里会喝苦茶，因为一般缅甸会给一些什么，比如说瓜子啊、坚果类的给他们，在继续吃，继续看他们的报纸，那样可以，他们可以这样在那边聊东南西北，这样聊一整天，然后就这样，对，就在那里。可是女人的话，通常不太会做，因为大家会觉得观点不太好。
到大城市是还好，现在可以慢慢女人会去吃东西，吃吃的。可是我们女人不会说坐在那里这样聊起来，人家会觉得说，哎，你没正事干嘛？怎么一个女人抛头露面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会引来这样的。对，是还好可以去吃，吃一吃之后，其实一般女人不会坐在那边聊天，男人坐在那里很正常。这就是缅甸的男女之间的一个差距，对。我们现在这边也街上也会有一些缅甸大姐坐在街上，来又被台湾化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好，应该回去，回去了。对啊，现在我们现在回去，其实不止缅甸这样，越南也是，越南都是男生在喝咖啡，是，对啊，那个都是男女不太平等的地方。好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合照一下。哦，好好好。跟张老师，可以吗？